大家好，我是松仔。明晚是 LPL 夏季赛季后赛第十场 FunPlus 对战 WE， 这一卦算 FunPlus 战队此战吉凶。我们开始吧，搞快点。卦46升，欲解此卦需以六五为主，初六为辅。六五真吉升阶，意思是六五占卜结果吉祥如意，乘势沿着台阶稳步上升。象曰真吉升阶，大德至也，意思是象此说占卜结果吉祥如意，乘势沿着台阶稳步上涨，表明上升已达到鼎盛时期，接近光辉的顶点，真可说得上是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。同时也表明阴柔居于尊位，必须稳健行事，学习渐进，不可像升虚意那样冒进。初六陨升大吉，意思是初六易于上升，大吉大利。象曰陨升大吉，上合至也，意思是象此说易于上升而大吉大利，是因为阴柔处在最卑下的地位，位于其上的阳刚者同情其处境，希望其尽快上升，所以其上正合乎上面的意思。此为吉卦吉象，根据卦象来看 FunPlus 此战吉祥如意，乘势上升已达鼎盛，接近顶点，必须稳健行事，学习渐进，不可冒进。易于上升，大吉大利，阳刚处上，同情下属阴柔，希望其上升。好，本次的算卦解卦到此告一段落，希望 FunPlus 战队与 WE 战队可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三连关注发家指数，感谢观看，我是松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